この番組は半月お送りします。走左侧。先干爆城门再说，城门破了，冲！哇操，真快！哇，真硬呢！你看这人哦。受痛，要去了，要去了，要去了，关爷要去了，要拿下皇庭真的有点难，除非来点奇迹。从右边突破吧，这工程人数真的是吓到我。阿瑞斯跟百姓这边联盟的人很多，还有米妮那边嘛，可是我发现这边对手皇庭的人真的不是盖的，这边要打出破口，然后让王族进去打到塔才行。全部冲，全部冲，全部冲！没血也冲，没血也冲！往前踩，对，往前踩，往前踩！用身体撞进去也是要想办法撞进去，因为剩一分钟了。这一次他是整个跨服01到06来打，人数一定是比平常多五六倍啊！来倒数三秒，应该结束了。败了，败了，败了！这种攻城战就这样。我们要是有这个人数，那跟机体压了进去，压掉他那，我们那一坨都被压回来嘛。我们压了过去就能摸到塔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难守不难守的事情。没事啊，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打一个经验啊。我觉得阿瑞斯指挥算是不错，但是我们的人数分三个门打，我觉得有点难哎。大概我们预计我们900-1200，他们可能1500吧，但是多这两三百人你就知道了，其实就差很多。看一下下次怎么打。好，我们来开抽，我们开抽，来抽抽抽抽，我要布兰诺骑士哦，来啦，金色剑来啦。哦哦，阿德林呢？马上拿一点减缓，所有三二，这个哎，这个是稀有的吧？并没有，不算稀有的吗？哦、我要先吃它，我觉得这卡池加的好爽啊，这卡池好爽啊，舒服。我打布兰诺骑士有60张，只要有中红，有50%的几率会是布兰诺骑士。我那只竟然还没有，我就等这次了。哦，来了啊、哦，来补卡池，漂亮。皮尔席琳狂战士哦，这只补到伤害减缓再加一，舒服。好啦，金色的、哦、布兰诺骑士他是全职的，所以不管是宝珠还是什么的都有机会出布兰诺骑士，但是要红变，如果你中红变有 50% 几率是布兰诺骑士，就其他 50% 是另外一边的红变。开，那、啊、他都给我去另一边，他为什么给我去另一边？来啦，布兰诺骑士开，所以哎呀我靠，又去另一边啊、哦欸、50% 的几率红变是布兰诺骑士耶、欸、都去另一边耶、欸、这太扯了吧，你给我布兰诺骑士会死，你抽三张红变了，不要这样子啦，布兰诺骑士啦，离我远去耶、欸、来啦，布兰诺骑士开出来，哇，蓝色的就没有走错边，蓝色的也是一半是天使骑士，一半是另一边的蓝变，我、哦、来了，不要再蓝了，红的然后走左边好不好，我要左边的布兰诺骑士，布兰诺骑士，布兰诺骑士，又是他妈蓝色的，又走对那一边了。哦，两只直接开哦，不啰嗦哦，开！绝望了，绝望了！啊，我祭品一下。啊、我要祭品，祭品！我要祭品，我要祭品，你不要给我过！等一下，我还要穿家务。哈来，你妈负重最大值。哇，所以直接拼到伤害减缓，然后还二，多么美丽！用祝福的几率才这么高，是不是？用白的直接有一呀、啊！我会给我顶过这种东西来，再来，金品 ，OK， 金色， no. 金色， no. 金色，最后两次机会了。我操，没了吗？做一次，好，没了。这祭品有点不好。好，我先说，我们至少有一张门票。先红变，我喜欢三合一。来，先用基本几率，基本几率三合一开。基本几率不给面子，我们各一颗，23。
二十三，二十三，这样子上合成。嗨，有一只，哇，又补到卡池，好扯哦！太美了，太美了，这画面真的太美了。再来，一样各一颗哈，还有三颗嘛。湖光石真好玩，哈哈哈，这游戏真好玩。来，三合一，确认。哇，三颗下去没有？再三颗，23%，23%，23%，合成，确认。我操，今天真的很欧，就差布兰诺骑士是我唯一的败笔啊！三合一，各一颗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合成，确认，又一只，来集中投资，33%，一只三分之一，18%，好不好？玩玩看这样，合成，确认，啊，有一只，集中投资也不错，我们先合一次变身，然后再合娃娃，我要自动登录，拿掉这四个。然后丢两颗 21%， 合成，按下去，纸片喊起来，纸一波喊起来，开！我操！你妈死红变！五金合成，这只我全丢四颗，收哈29%，三分之一合成，三、二、一，开！哎，滑掉，开！哎，又滑掉，三、二、一，开！我操！你又给我奥尔芬，你直接给我八温不好吗？要我花钱转，没钱了。兄弟们，自动登录，十颗全部收哈，61%，61%怎么可能不会过？这不会中，我跟你说，屎都可以吃啊！合成，哇靠！我已经很多小刀了，我两只小刀了，哎，61%怎么可能不会中？真的是笑死了！你们不要给我在那边唱衰，等一下。我看一下投票结果，58%会中，有42%跟我说红中。我跟你说，这次出来是这个什么？如果你想要拥有的，你们就不要想抽奖了啦，你们不要想抽啦。如果是个自矮人，就不要想抽了。如果你想要拥有，开！我想要的，我操！大家压死你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右下角帮我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接受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关月，我们下次见。